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新约里的雅各书。我们从第四节开始。但忍耐要坚持到底，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。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，就当向那后赐众人，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，他就必得着。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，不要有疑惑，因为疑惑的人就像那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，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，因为三心二意的人在他一切的道路上都摇摆不定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，帮助我们不是做一个三心二意的人，我们乃是在你里面有坚定的心。我们领受你的爱，我们也给予人你的爱，也保守我们的每一天都在你的话语当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